在帝王梦寐以求的仙道秘宝丹药。相传秦始皇为了拥有长生不老之躯，也渴望得到此禁忌之药。然而人们相信这种强大的丹药会给世间降下灾难，还曾经有人说秦王之后的每一场战争和权力的暗斗也必有着丹药在其中作祟。时过境迁，大汉也逐渐衰败，散发着丹药光芒的阴霾再次笼罩天下，即将唤醒沉睡于各地的龙。眼下三弟势不可挡，王天盛世指日可待呀！天下大吉！天下大吉！得您出手相助，大恩莫齿难忘。很高兴看见您伤势痊愈。啊，找到你了，拥有不死丹田之人。若是和您一起，想必圣迹尚存，请佩戴此玉石，用以护身，相信其定能助您脱离险境，不能再让他们为非作歹了。我们走吧。我想这定会对您有所帮助。此乃以龙脉之气精炼而成的药，具有疗伤的功效。
虽已经击败了不少敌人，但仍不能松懈。对了，将他们驱离之后，可否来寒舍一趟？请容我郑重向您道谢。
题。圣机已得。来人，还有更多新组成，有股危险的气息，请您小心。尔等可是朝廷之人。胆敢忤逆皇天之徒，休想活着离开。速速跪地求饶。是张角之地，绝不能辜负兄长对我的信任。Thank you.
你果然成功战胜了对手，如此孙子便能得救。鹿儿如老夫为何如此之手吧。应龙，这力量名不虚传呐、啊。您是将来能平定此乱世的贵人，不可让您死在此处。